这边还是旧金山的街区啊，旧金山的这街道。这个是电车，这个电车是哪个地方的款呀？不太知道。嗯，过马路吧，跑过来吧。正好有几秒钟的这个红灯，就跑过来了。这个 fidelity 是忠诚的意思吗？fidelity 有个词叫 filial，是孝顺吧？F I L I A L，filial 是孝顺啊。这个 fidelity 是忠诚吧？investment 忠诚投资啊，这是一个投资公司吧？应该是。啊，这个风好大，这个风。这边你看街道很窄，楼很高。然后中间呢就有这种风口啊，这个风呢就顺着这个楼中间的缝隙吹过来。我是比较害怕在这些高楼下边走的，总感觉这个高楼上容易掉下东西来砸着人。看他这个楼啊，看，所以说这种感觉并不是太好啊。街道特别窄，然后楼特别高。这边我记得有一次打 Uber 啊，Uber 司机就，这块就不走了，说这边堵车，你就早点下车吧，早点下车，然后自己走着过去吧。先客来，先客来一会儿。这个是油树吗？是什么花？还是茶树？不知道这种常绿叶的这样的植物。这是报纸的这么一个厅，Montgomery，蒙特哥马利，蒙特哥马利，这边也正好是跑着，赶紧过来，跑着能过来。原来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不懂这边为什么刷红漆，还以为是刷红漆让它更醒目一点，避免车胎碰着。马路边呢？结果后来知道刷红漆的地方好像禁止停车吧，有刷红漆、刷黄漆，啊，各种不同颜色的。但是有的地方刷完漆之后，它那个漆就起皮儿，起皮儿之后呢就脱落，还得重新刷。Tow away 是读 tow 还是读 tow？拖走，不要停车。这边冷冷清清，元旦嘛。嗯，都放假了，元旦都放假了。美国这边就是这样嘛，总是感觉心里比较寂寥啊，这种感觉。这是一个电影海报吧？它这个楼房比较高。布什节，Bush。Bush，这个布什以前美国总统叫布什，老布什、小布什，但是这个词如果不大写 B 的话，那就是灌木丛的意思啊，灌木丛，哈哈哈，就像这个罗斯似的啊，像泰坦尼克号那个 Rose and Jack，啊，罗斯翻译成露丝啊，翻译成是个女士的名字吧。以前我们一位老师写关于泰坦尼克号的这个文章，他写的是英文，然后呢，他委托他的学生把它翻译成中文，之后呢，最后让我审稿。那个学生把泰坦尼克号那个女主角这个 Rose 翻译成了罗斯，然后我就给他改过来了，我把这个罗改成了露，露水的露，啊，改成了露丝啊，这样的，你看罗斯，如果他把那个罗写成那个。上面一个四，下面一个夕阳的夕，那么，然后那个丝呢，用那个什么那个丝，左边是个七，右边是个金，对吧？那么用这两个字呢，那么就像男人的名字啊，所以我就把给它改成露丝啊。这个罗呢，改成了露水的露，然后那个丝呢，就是左边是个七，右边是一个金啊，那个丝呢改成了丝丝入扣的丝啊。所以你看这个露丝。一看就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嘛，就是露丝和 Jack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我改的还是挺不错的啊，对吧？当然，它翻译成罗斯也可以呀、啊。
螺丝那个螺，此螺丝非彼螺丝，但是你要翻译成露丝呢，就更有女人的韵味了嘛，对，所以这就是一个人对文字的这种敏感度不同，然后就导致有不同的翻译法嘛。这边是 Walgreen 超市啊，还在营业啊。Walgreen 超市，我的印象里好像没有洗手间吧？好像是没有。美国这边挺不好的一点，就不像在中国，中国其实好多城市有那种公共的洗手间，就是比较方便吧。美国这边好像不太理解他为什么不设那种公共的洗手间，对吧？按说它这个地方也足够大呀，对，完全可以很轻松地划出一块来，对吧？比如说隔几个街区设一个公共洗手间，不让大家那么窘迫啊，很尴尬啊，满大街找洗手间。进去这个饭店了，上面写着本饭店的顾客才可以用啊，别人不能用，对吧？或者去了一些地方没有洗手间，或者以前我去过一个，应该是麦当劳啊，是肯德基，它的洗手间倒是有，但是。你要进洗手间的时候呢，必须往那个门把手那个缝里塞2毛5分钱，才要给开啊。就觉得虽然这个钱不多，但是觉得有点别扭。就是说他对人的这种本能啊，用人的这种本能来收钱，我觉得不好。最基本的这种本能嘛，对吧？就是每个人都有三急嘛。但是如果你用这个来收钱，好像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，觉得。所以这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吧？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在想上厕所的时候就上厕所啊？啊，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，单位组织旅游包车，然后去一个地方，结果我们一个单位的一个不是大领导吧，就属于一个缓解的领导，一个重要缓解的领导呢，然后走的半道突然内急啊，然后司机也很尴尬，说这地方也再忍一忍，再忍一忍，然后。就忍了好久，然后到了地方之后，一头扎进厕所不出来了。所以人的本能实际是很可怕的。你感觉你，对吧？这种新陈代谢，对吧？你觉得好像是不花钱，但实际真正出了问题，你花钱的时候就花大钱啊，就像肾脏透析似的啊。如果人有健康的肾脏呢，就能够正常的去。排毒代谢啊，但是如果肾功能坏了，不行了，那么就透析就花好多钱，很麻烦啊。就是这样嘛，所以要珍惜自己的本能吧，不要把自己这种身体或者这种本能看得太轻。按说以前说人们说食欲啊，或者睡觉的这种困倦啊，这个都不是问题，但是现在呢，很多人。吃东西没有食欲，睡觉呢不困，这就是人的本能出了问题，就很可怕呀，也很无奈，这就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东西，跟自己这种身体的这么多年来形成的本能的这种，这个是保时捷，这种矛盾吧，所以总觉得说。最昂贵的奢侈品就是人的身体本身嘛，真的不要去把那些太虚幻的东西啊，把它当成一回事儿吧。这边街道空空荡荡啊，你看这个路本来就很窄，然后两边还停着车，停着车都有密表啊，这个密表呢也在不停的收费啊，所以美国这边，他把这种各种收钱的方式呢都算得很精细啊。基本上就是不会让人们有太多的这种省钱的这种空隙啊！你停个车，然后就按照这个时间啪啪啪跳钱，这是泛美金字塔啊！泛美金字塔是旧金山这边的一个地标吧？啊，这边离唐人街就很近了。旧金山的唐人街是全世界最大的唐人街，而且。这边，哎，这边是绿灯，可以从这边过。而且旧金山唐人街它的建筑呢，也更有那种绚丽的色彩啊，有那种各种飞檐、各种壁画啊，尤其是最难得的就是有那个李小龙的，因为李小龙就是在旧金山的唐人街
这边出生的嘛，就是在那个东华医院啊。东华医院经过改建啊，他们以前那个还拆了，有点可惜。按说觉得挺遗憾吧。按说他以前东华医院，他那个门廊那块儿那种飞檐啊，挺漂亮啊。但是后来全销毁了，全拆了，又重新在原址盖了一个新的东华医院，所以觉得挺可惜，挺可惜的。其实正确的做法或者更好的做法是保留东华医院的这个原址啊，因为李小龙的出生地嘛，就是保留他出生那个病房或者那个病区，对吧？然后让人们游客来参观，对吧？因为人们动辄就去西雅图，去李小龙的墓地啊，去表达敬仰啊。但是如果你想啊，如果当时李小龙在这里出生的时候，那个医院那个楼不拆，他出生那个病房也留着，对吧？那么，是不是同样也会吸引好多游客来这边来，对吧？表达这种敬仰呢？很可惜，这就很无奈吧。你按说老医院那个楼留着，你再划块地再盖一个新院区多好啊！你就可以说，这个老楼呢是李小龙当年出生的这个地方，就在这个几楼的哪一个房间出生的，对不对？可以弄一些照片嘛，然后介绍李小龙的生平啊，小的时候什么样，童年，然后青年、中年，没有中年，他没有中年，他32、33岁就去世了嘛，哈，所以他永远是那么生龙活虎的，这也是很让人叹惋啊。从我这个地方如果走到东华医院呢，大约也就10分钟吧，哈，就到了李小龙出生这个医院了。很可惜，他是华人里边，我觉得是最厉害的就是他啊，没有人能超越他。虽然他是美国公民啊，但是他的基因还是华人的基因嘛，这个是很厉害的。这个车是路虎吧？这个车白色的，然后这个小车后边驮着两个自行车，上面驮着一个什么呀？山板吗？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所以今天是元旦假期，也许呢是这边很多人，唐人街毕竟算是一个旅游地吧。这个路口比较特殊，这个路口在红绿灯有的时候呢都是双向的，都是绿灯，或者双向都是红灯啊。一般的路口，东西向的是绿灯的时候，南北向就是红灯，是吧？但是这个路口比较特殊，这个路口不是这个路口。你看，如果可以走人的话，全可以走人啊，就几个方向都可以走人，都是绿的啊，都可以走人。如果不可以走人呢，双向全封闭啊，这是这个路口的这么一个特点。这边有好多华人啊的面孔啊，好多都是从广东那边来的哈。你看这位先生好像是走路可能有点不太方便啊，就是有点轻微脑血栓吧，可能是。啊，这就是花园角，这个地方其实挺著名的，就是有好多好多来自中国的老人啊，就在这边下棋。啊，这是下象棋。就是在下象棋，然后这个写着什么？Andrew Smith, Halliday 什么意思？安德鲁·史密斯，Halliday, site of Eastern Terminus First Street, cars in world, propelled by cable。就是说那种电缆驱动，世界电缆驱动车，电车啊，我知道了。这个是东方的什么什么第一条街电缆车，应该是1873年8月1日是开始的，然后1932年2月15日停止的。发明了并且安装，被安德鲁·海利代这个人在伦敦出生，在1836年的3月份出生，在旧金山去世，1900年4月24号去世。他是一个先锋的，一个生产商的先驱者啊，对于这种电缆啊，然后是 Regent 的大学，加州 Regent 大学两届的成员校董啊，就应该是这意思吧。然后，起草城市宪章，第一个委员会，委托人委员会，
旧金山公共图书馆啊，是什么什么？就是说，信托人，就是本州地标啊，就这地方是个地标。这个铜板呢，就这个金属板呢，被加州的公园委员会所安装。然后这个石头底儿呢，是被安德鲁的朋友呢所资助的吧？就是说，哎，就是说纪念这个人吧，他是好像旧金山这个缆车的一个发明人吧？是这意思吧？不太懂，不太懂。哎呀，出汗了，走走出汗了。这边还是一些华人老年人在这块下棋打扑克。啊，他们的业余生活吧，也挺好吧，挺好吧。啊，这是他们的幸福生活，他们的幸福生活。看，这边就是这样。这边的幸福生活，这个洗手间呢，据说花了200万美元建的。然后这边也可以喝水啊，然后也写着很难得的一个汉字"难"，哈哈哈哈，难，嗯，好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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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美国建的这个汉字"难"。